不知不觉间只剩下一个人，伙伴们都离开了。高架桥下，那个小伙子挂坐在小绵羊机车上，专心玩着手机。他的实际年龄应该比我还年轻个二十几岁吧，二十几岁吧。念过中那时 CD 与随身听刚出现，还幻想只为了说不定耳机就能听音乐，结果真的实现了。那阵子风干迷离，一个乐团光是在洗完澡后沾满水蒸气的镜面上写下乐团的名字，就兴奋得无法自己。香港三十年重听那乐团的专辑，在台北深夜的街上叫上有上弦乐雷鸣，在铁皮屋顶上跳舞的鱼的一起听。台湾的夜晚我大声唱，回头看十四岁的我也在唱，十四岁的我也在唱。是摇滚的台湾吉他手，最近也帅气的弹奏出更丰富多彩的音乐了，好厉害好厉害。四过一，小学一二年级时，为了在毕业典礼还是什么场合向高年级献上一曲，大家唱了当时的流行歌，不带一丝个性，只是纯粹将热量灌注在语言和旋律中，语言和旋律中。从会弹吉他开始，我是否像这样把能量灌注在音乐中呢？如果有，那又是什么时候？我一直想不起来那种透明的感觉。台湾的夜晚我大声唱，回头看七岁的我一脸微笑，七岁的我一脸微笑。自从弹了吉他靠音乐谋生以来，我一直将它们抛在脑后，而现在我们重逢了，抱歉了，你们就懂了。我这么想，谢谢你们，我这么想。之后我将带着七岁和十四岁的自己一起走下去，在这边荒漠着的现实世界中，从那时起乃至现在，我始终活在梦里。我会不停回转，也会继续转动。